野生的皮皮虾，20块钱一斤，粮食海里面捞上来的，都是纯野生的，就是个头不大，但是里面膏还是有。你看这黑黑的都是膏，这黑黑的是膏。刚才车子路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看到路边很多这种人家在这边晒紫菜的。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黑黑的，就很稀奇，就把车停下来看一下，这边全部都是晒紫菜的。因为这边出去马路出去就是海了，然后他们这在漳州地段，他们这边很多这种海产品，全部都是这一整片看过去的，全部都是晒紫菜的，我没见过，头一次见。看一下这草莓园，我来采草莓了，25一斤牛奶草莓。不红。它怎么样叫成？怎么样才叫熟啊？是红还是白的呢？我都没看到熟的呀。这边有几个？差不多了。